美丽、最有气质的张菊老师所指导。张菊老师的也是我们合唱团的指挥哦。我现在呢，就先请我们最美丽的指挥秋菊老师上台，为我们大概述说一下这个国乐团成立的始末。秋菊老师，好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各位的新营区的乡亲们啊，这个长辈们、先进们啊，这个来给我们这个学校的活动参与。其实我们国乐团呢，我一直很喜欢，我是音乐老师嘛，就是喜欢玩音乐，所以其实今天活动很多的活动就是我一直在 run 啊。那我们这一团成立其实是很冲突啦，就是在这几个礼拜，我孩子一想，哎，这些孩子都有妈妈、爸爸都有在栽培啊。那我就在想，我从大学就喜欢国乐，我自己也爱玩嘛，玩国乐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凑起来。所以我们这次就趁学校这个活动，然后就把他们凑起来，然后凑了一群美女和帅哥。很厉害的是，我们学校的乐器好齐全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！我们有弹拨乐，有拉弦乐啊，有这个笛子，有低音啊，甚至我们不够的乐器我都去借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先进长辈都愿意支持我们借我们乐器，所以我们学校真的是承蒙大家的支持与赞助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秋菊老师辛苦的付出。那我们因为成立的很冲突，那今天所有的节目其实孩子们都利用早自习啦、中午啦，牺牲很多的时间，然后没有睡午觉，真的很可怜。但是他们很认真、很热血，让我们这个老师，让我们两个音乐老师真的是佩服、敬佩，然后我们就更热血、更热情。希望我们今天的演出可以带给我们大兴营区更多的热情和热血，谢谢。